上扣，哎，把这帽子呀，看看我这二姑娘，哎，戴上，哎呀，当当当当，看我妈这形象啊，恰如一幅画啊。什么画呀？我记得啊，撒了你妈，看过画吗？那叫蒙娜丽莎。还蒙了立马，蒙了还跑驴呢。哎呀，老公，你看看我这二姑爷这眼力啊，他买的东西我全喜欢。你看那二姑爷眼睛里就有他丈母娘。哎呀呀呀呀呀，爸，什么呀爸，我有眼力劲儿。你看看，给妈买这么多东西，还能没有你的呀？就是啊。哎，哎呀。你这东西不错呀，啊，买几管牙膏给一个呀？什么叫给一个呀？我这专门给你，我再过六七个月，这玩意儿就能用上。我要明天去南极，后天就能用上。去什么南极呀？不是，回头哎，半夜三更你离家出走，外边冷啊，立马你就用上。啊，我半夜三更离家出走，那当然，我流浪猫啊。石榴妹妹，你咋来了？哎，哎呀，老头子，我这妹妹这是咋的了？准是跟你那个妹夫又吵架了呗。你说说。来。哎。哎，我说石榴啊，你这是到哪儿？哎，虎孩子叫姨。哎呦，我还得叫他姨。我姨，你这……哎呀，石榴妹妹，你这又咋的了？没咋的，不过了。啊，姐夫，没打扰你吧？嗯，应该没有。我住两天好不好呀？不是，好的。我这回可能得住一个多月吧。哎，你俩月也行。亲姐呀，谢谢啊。气不死我了，我一天像他妈似的。我跟你说，这活罪我受够了，我真是。哎，妹子，你太不知足了。我那妹夫对你多好啊啊！你说你们家房子住的500多平方，一天是4个菜1个汤，啊，吃完饭脱鞋就上床，把你伺候的是病入膏肓。你是光见谁吃肉，没看谁挨打呀？家里家外都是我呀！一瞅着那张脸，我就一股火啊！买颗大葱花了30多，刮风下雨都不知道躲一躲呀！啊，我怎么了啊？你怎么了？我不过了，不过，这说不过就不过了。妹啊、行了，姐，啊、我冷静冷静啊！一会儿行，一会儿咱俩姐俩屋里再慢慢说啊。你等会儿吧。啊，咋的？有事啊？那个屋里是我跟你姐住的地方啊。你要把那屋占了，我上哪儿去？嗯，爱上哪上哪。咋整啊？整嘛，倒是能整啊！二姑爷，你有办法？我当然有办法了。我姨这次来啊，嗯，肯定是吵架了呗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她肯定是嫌他们家没有咱们家好。对，对不对？她想比一比。没错。那咱就让她比一比，咱们家比他们家还差呗。哎，老头子，这咋整啊？你傻呀？不是，你说清楚啊，你让我咋办呢？呀，姐夫，不好意思呀，又让你们分居了。你不要不好意思，我跟你姐分居好几十年了。一直住沙发吗？今天晚上就在这睡啊。换个地方，别可一个地方围，你看他整的净坑。我一直坐沙发来着。是吧？你他妈别在坑上睡，你睡不累呀、啊、你啊？那什么，你们姐俩借着这个惨淡的月光，好好聊聊，明白没？惨淡的月光。我懂，我懂。
他呀？妹子，你可别吵吵我，那屋是你姐夫的屋。他那咱俩睡哪儿啊？沙发啊，对，这个有坑的我住，你住这边。不是咋的，姐呀，你跟我姐夫也吵架了啊？咋着？你睡这儿呢？不吵架住沙发，那要是吵架呢？吵架住阳台。他咋不让你睡楼道呢？那也住过，你要是顶嘴了就住楼道。哎，我这暴脾气，这不是欺负人家吗？这不是什么意思啊？别打！哎，咋的了？声控灯啊？到点睡。宿舍式管理啊，你家呀，妹子，你可别吵吵了，他们都要睡觉，你要吵醒了，他们都得拿我砸法子。还拿你？哎，你我就不信了，你受气，他们这一家人就不管，就让你在这儿睡，是不是？不让你进屋。好，妹子，我还就不信了，今天这事儿没人管。妹子，等着。哎呀，你消停点吧，你上哪儿去？哎，你别管，那是姑爷房间。在，开门。咦？姨，哎呦姨呀、啊，大半夜的干啥呀？有事找你啊？你说，我问你啊，她是不是你丈母娘？好像是吧。来来来来来，看没看着？啊，你丈母娘睡哪儿？你看没看见？这是什么？沙发呀！啊，你还知道是沙发呀？嗯呢。啊，你知不知道你什么身份啊？你啊，上门女婿，明不明白？不是，妈，姑爷。你可听见了我姨说的啥哈、啊？我听见，我跟你解释，解释什么呀？我是他姨，我还做不了他主吗？啊！你赶紧让妈进屋，你搬出去。姨，妈，哎，我姨说啥你都听见了哈？听见了。我姨这是要撵我走啊？啊，走可以啊，话得说清楚喽，这房子的首付。你付的，哎，对，大伙儿都知道，哎，所以说这房子的手续，我得拿走，啊，另外这是张银行卡，你也拿走，一分钱没有，我拿它干啥玩意儿啊？你拿着，记住了吗？啊，每个月往里存17000啊，这是还房贷，咦？我谢谢你让我重获自由啊！容我点时间啊！我收拾收拾，我净身出户。哎呦，拜拜，哥。姑爷，哎，我告诉你，真的，你真是我。妹子，净身出户，你养的什么玩意儿啊你呀？哎呀，妹子，你让姐省省心吧。你看看姐还没能咋地呢，就来一个巨款的欠债呀、啊。欠不欠债的我不管，怎么着都不好使，谁爱拿谁拿，我就不信这么大个家没有人管得了他了，真有意思。我跟你说，这事儿你可不能告诉姐夫，你可别跟姐夫说啊。对呀、啊，找我姐夫。哎，别的别的别，老饭堂，给我出来。不，你能不能管管你妹妹？哪有小姨子大半夜敲姐夫门的？这是考验我的，还是想让我晚节不保啊？想啥呢？你姑爷给你媳妇欺负成啥样，你看不着啊？你啊，不能管一管呢？当然管，必须管。钱顺风，出来聊聊。哎呀哎呀，爸呀，这干啥呀？半夜三更了，吵吵吵吵吵吵啥玩意儿？吵吵聊聊。哟，哎，我爸哎，总愿是半夜三更找我聊聊，聊聊聊聊就聊聊，怎么的呀？干聊啊？那还给你整俩菜呀？行啊，你整俩菜，整俩菜去。哎，不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半夜的给你俩炒菜去啊？咋了？喝点啊还呀？你陪药。完了，喝不成了，可不的呗，没人陪呀、啊，没人陪呀、啊，喝不成了，喝不成，那也别聊了，明儿聊吧，明儿再说吧。完嘞，老饭头，你说你也算个老爷们儿，你妈，我在最后叫你一次妈啊，明天我可要净身出户了，今天呀、啊，我把我的脏衣服可都收拾出来了，啊，麻烦您啊。
给我归置归置，整理整理，熨熨烫烫，明天早上我净身出户。不是你，哎呀，二姑爷啊，别急别急，二姑爷，我这还有点袜子，不多，半盆。